这么巧啊！啊，你也来这儿啊？有约会？嗯，是啊。我也是来约会的。我奶奶啊，给我找了一个女孩，非让我过来见见。您找女朋友，还让你奶奶帮忙啊？哎呀，一言难尽啊。是啊。 啊，我是刘成啊，这位是啊，我们俩是朋友，这个碰巧碰上的，哎，你们聊。啊，那好那好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路上堵车，堵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小雨，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，我大名刘成，小名狗剩，我小时候老生病，我奶奶说叫狗剩好养活，哎，我英文名叫 Jack， 你知道在外企工作都习惯叫英文名的。你叫我 Jack 高健吗？不是，那你今年多大？我21。是是是。嗯嗯嗯。行。你是高健吗？我不是高健。你刚刚为什么看我？没有啊。还说没有？你刚刚就一直在看我。不是小姐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高健。那把手机给我看一下。 不，我凭什么给你看手机？你先吸，所谓不敢拿，给不给？我，哎哎，你这人真是的。干嘛给他看啊？不是我，他让你给他看，你就给他看，你也太老实了吧？这关你什么事啊？哎，这当然关我的事了。他是我的相亲对象，你打扰到我们了。算了吧，我今天过来相亲呢，相亲对象找不到，他还让我怎么知道呢？不见，反正他不是，你去别的地方找。哎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给他看看不就行了吗？ 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俩真是绝配！你是属于爱折磨人的那种，你是属于爱被人折磨的那种，干脆我让位子算了，给你了。哎哎，小雨，小雨，哎哎，小雨，对，叫小雨，你刚才表现太这个了。哎。 把手机拿起来了，你怎么想的？哎呦，就那女的给我一见，我吓死我了。很聪明嘛。哎，我觉得你那个相亲对象还真是挺可爱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哎，你别说啊，就他们俩人在一块配对的话，绝对是绝配了。<笑>我觉得你真的是挺厉害的啊，能跟这种人相亲。你厉害。嗯，你干嘛那么着急结婚啊？ 这不是为我奶奶吗？再一个啊，我觉得还是有个家踏实，你说是不是？嗯。那你呢？我是被小雅害的，要不然我肯定不会来。她帮我报的名。什么情况？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行，你回去吧。别别吓我。我走了。拜拜。哎，周小雨。 我有个想法啊，我觉得我们俩都别瞎费劲了，要不咱俩试试，怎么样？
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太不真实了，我是在做梦吗？没错，如果那是个梦，那也是个开心的梦，还是个恐怖的梦。开心，非常开心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就从约会开始吧。高兴啊！快说给我听听，谁呀？哦，相亲成功了是吧？算是吧。快，告诉我，那个男人条件怎么样？家庭状况怎么样？啊，长得帅吗？同意。行，你不说是吧？我憋死你！说咱们家到底有没有宝贝啊？我觉得有啊。从来没见过一大家子那么多人开会啊，我突然有点不适应。啊？为什么？多好啊，一家人在一起，以后你们不仅要适应，而且要融入。嗯。哎，能有今天啊，咱们这一家人好好的聚在一块儿，没你还真不行。小福星，福娃，快点！你好。你好。二位请坐。啊，坐这吧。我来接。这个来两份。嗯，好的。这个两份。好的。这个来一份。这个再来一份。嗯。行了，就这样。好，您稍等。是不是狮子座的呀？啊，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就知道，因为你太像狮子座了。太像？嗯。狮子座什么样了呀？哎，你把手机借我一下。真能看出来。哎呀，我的手机上不了网，我在这里。狮子座，嗯，他有非凡的领导风度，嗯，尤其是在大型的策划中，他宏观大略。场面越大越能把控。嗯，这个有点像。他好大喜大悲，自我张扬，夸夸其谈。他肤浅虚荣，太在乎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。瞎编，一听就是瞎编。我告诉你，这个网上东西啊，有时候不能全信。还有他强大，喜欢做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。这个像，你是这样的吗？啊，男人嘛，都想当英雄，嗯，从小就有这个梦想啊，像这个。还有啊，啊，狮子座以自我为中心，缺乏敏感，只考虑自己，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
这个不像，我觉得。不像吗？不像。我觉得太像了。你看你刚才，你连问都没问我喜欢吃什么，直接把我带到这家餐厅来。点菜的时候，你也不问问我想吃什么，直接就把菜全点了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忽略了，我下回一定注意，好吗？这像不像啊？这个有那么一点点吧。只考虑自己，从来不考虑别人的。